算唔算冇肚腩？牛杂里面先有。牡丹点串啦、啊？冇肚腩噶喎，腩肠脆骨。对啊，食佢食佢，一起行，我等一下一起行。大家好啊！澳门翻嚟已经大半个月啦，意思即系我已经大半个月冇食过牛杂啦。今日带大家去翻牌位，喺广州已经有一定知名度，好多外地嘅朋友啊慕名去打卡嘅牛杂选手。Let's go, let's go！ 哇，又系阳光灿烂嘅一日啦！好啦，我哋今日嚟到呢个好耐都未嚟过嘅北京路啦。咁我相信嚟到北京路要翻牌嘅呢位牛杂选手，大家都知道今日系要翻牌边位牛杂选手啦，已经系呼之欲出噶啦，就系喺广州有一定知名度嘅呢度。嗯，唔系小猪母肉啊，阿姨油杂啊，就喺呢条巷仔里面，唔系小猪木粥啊。呢、這个阿姨油杂系由我翻牌牛杂选手之后，好多人推荐我嚟，我一直都冇嚟过，今日终于舍得嚟。1988年啊，又是一家三十多年的老店。诶、欸，到啦到啦到啦，系啊，美国美国嚟氹翻我先，口号必须不能少。到啦到啦到啦，阿姨油杂啊，嚟老规矩，睇下个台牌先。中午饭定嚟食？中午饭噶啦，饭都未食嘅你。系咁要牛杂粉面，然后再另外单点啲萝卜或者面。我谂住点两个斋面，再点个牛杂全餐咯，可唔可以啊？呢、這个安排。你中意就可以。细房都要噶嘛？咩都要啊！我单点串啦、啊。冇肚腩噶喎，肚腩想脆骨。就正牛杂咯，正牛杂加两串磅，一串肺啊！哇，啲磅咁大啦喎，两串够唔够？几多串啦、啊？咁就磅。靓啊啲磅，阿姨牛杂，你系？唔系我煮嘅，我只负责得。你全程咯、啊，你负责系嘛？唔识整。剪咯，下次都可能会加分啲咯。够时间嘅。咁又系你哋咁出名，上晒榜啦，必食榜，有抖音有成。我可唔可以发你抖音啊？我冇抖音。我发牛杂就唔系发你。跟萝卜面筋嗰啲另外装咯。丸同鱼蛋再各一串咯。饮要餐仔。要啦，沙士必须嘅，见到沙士。使唔使多份砖红？咁我拍埋先啦，都话要拍抖音咯。佢话要交功课。要做作业啊，唔系毕业论文都唔过关。美食啊嘛，广州美食。美食专题咯，呢、這个论文体验下广州嘅特色咯。呢、這个你兜啲牛腩汁俾我睇啦。我有钵仔糕啊。系两蚊一只，你睇要咩苗花汁？我没有夜市，卖完了夜市。没有夜市，刚刚我吃完了。你试一下其他咯，其他都可以。我都吃过了。我有两个红包，你不是经常吃吗？你推荐一下咯。这花可以啊，百香果也好。还有吗？是意思是我推荐了，我就没有了是吗？对啊，你推荐你就没有吃了。推荐完自己想吃啊，没有，给我气的。这位小姐姐太可爱了，我只能说句好姨一生平安。八十岁吗？八十岁啊。OK， 老规矩，混酱环节。Let's go， 全部难行啊！依个位啲啲啊，喂，错了呀？对啊。又碰到我牛杂队友了。一起行，我等一下一起行，扫一个环境俾你睇，呢个环境呢度三毫钱。嗱，我哋睇下呢兜30蚊嘅正牛杂，加咗三串牛黄同埋一串肺，牛肚、牛脆骨、牛腩、牛肠啊、牛肺、牛膀啊，跟住呢度鱼蛋、牛肉丸、面筋、萝卜、钵仔糕啊，好耐冇食过钵仔糕。整体嚟讲，其实你睇佢呢个色水啊，好入味嗰种啊，应该又系咸重嘅一餐嚟。阿姨牛杂啊，呢个阿姨应该。嚟啦，你一齐干个杯先。我请你哋饮唔饮啊？唔使唔请你饮都唔好意思，你帮我嗌食佢食佢，点解碰杯先嗌噶？你又话我唔请噶啦。一、二、三，食食食食食佢！正啊正啊正啊！遇到我哋牛杂队队员啊！今日依餐嘅光盘行动绝对冇难度啦，佢个钵仔糕好食啊！喂，出去搞多嚿钵仔糕，搭埋个健美，真系啲人未停过嘅，陆陆续续出嚟。最后再俾你睇下呢个阿姨油杂，就喺呢个小猪麦沙子嘅隔篱。走啊走啊走啊！好啦，出到嚟咁，我哋再总结下今日依餐阿姨油杂啦。今日依餐系84蚊，两大兜满嘅，两支可乐加埋钵仔糕，仲有两个主食，性价比我觉得就系都算高噶啦。至于味道嚟讲咧，咁有名气嘅前提下，我反而又觉得佢嘅味道同佢嘅名气唔匹配咯，唔系话差评啊，都系嗰句啦，普普通通，正常输出，即系离开北京路呢边嘅，大家就可以过去慕名打卡一下。好啦，上个视频食咗炒菜之后，今日又食翻牛杂，我一唔怕牛杂，就问我点解唔食牛杂，我一怕牛杂，就问我点解成日食牛杂。作为一个有求必应嘅博主，今餐食牛杂，下一餐就分享其他。今日嘅分享又到呢度噶啦，下期再见。